系你好啊，政教论坛啊，咁咧，咁咧上嗰两集咧，政教论坛咧，我哋讲咗一啲同性恋嘅问题，讲完女同性恋啦，讲男同性恋啦，咁咧其实同系有一啲补充嘅，因为我哋啲性伦理嚟讲咧，都会想讲下，啊，即系天主教神学咧，就认为所有性爱咧都系同生育有关。咁男同性戀同生育無關，所以係罪啦。女同性戀同生育無關都係罪。咁當然我係唔認同啦。甚至佢會認為所有避孕都係錯嘅。有性愛嘅時候咧，就應該一定要唔可以避孕。咁佢性愛嘅時候咧，如果有小朋友咧，就生咗佢。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天主教國家都即係個女性的生殖率比较高一点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呢，我觉得第一呢，我就不认为性爱同生育挂钩啦。第二件事就是我觉得享受性爱可以同生育是完全无关的，因为有很多人是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譬如说有些女士她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她切了她的子宫，她没有月经的了。但佢繼續有卵巢啊，繼續佢可以享受到性愛嘅。咁我話喂，咁佢冇，或者佢過咗50歲，咁佢都可以繼續享受性愛，但係佢係只係冇咗個生育力啫嘛，係嘛？停咗經係咪？咁如果我覺得依啲咁嘅情況，我都唔覺得依啲嘅人士佢享受性愛係罪嘅。咁當然啦，佢哋天主教神學有自圓其説，就話啊，其實佢以前生過啊嘛，咁佢而家過50歲，唔再停咗經，咁佢繼續享受性愛，上帝俾個 bonus 佢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依啲度都係覺得冇乜意思嘅嚇。咁我覺得現代人佢喺生育裏面去負翻個責任。如果佢生得太多小朋友，而佢冇辦法提供一個好的教養，令到佢喺現代社會裏面佢唔足夠資源提供一個比較好嘅競爭力咧。可能佢生得太多啊嘛，個媽咪冇辦法做親子搞咁多噶嘛，生咗5個、6個、7個咁樣，咁你點顧得掂咧？係咪？咁如果你生咗2個，咁我覺得現代女性可能生一個小朋友可能太少嘅，但係香港社會太逼。壓迫太大啦，生一個都困難啊，所以香港女性的生育率是不夠1% 的，不夠一個，即係平均每個女性生不夠一個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理想的，梗係至少都生2個小朋友啦，咁樣我覺得嚇。咁令到啲小朋友之間咧係可以啊有啲互動啊咁樣，佢成長會好啲咁樣。即係依個我咁睇嘅，我自己都生咗一仔一女啊。咁但係 OK， 咁但係咧依個補充就完㗎啦。咁想講下另一啲性議題啦，咁樣，因為我喺同性戀、女同性戀依個我一集嘅節目裏面有提到一啲叫逆服癖嘅人，但亦都有一啲咧叫做咧，我哋叫做 transsexual， 即係佢叫做跨性別人士，他們逆服癖，即叫做 cross-dressing， 即是 CD 和 TS 呢，原來是兩批人來的，他們認為啦，這樣因為呢有一些逆服癖的男性即女性多沒有沒那麼多呢，我沒有特別研究了，女性的逆服癖就是女人很喜歡穿男人衣服的即其實我都不知道怎樣女性被人感覺她穿的衣服是男人，因為她穿條褲那周街都看到女性是穿褲啦，是吧打胎那樣很多制服都有胎啦，但是你如果你看到一個男性呢穿女人衣服呢就很明顯的，可能 你想像中的那個圖畫都好像啊幾搞笑喔、啊、這麼黃祖藍的這樣這些的男性他首先他們是不會去吃一些女性荷爾蒙令到他自己
接近女性化的，啊，他只是他喜歡穿一些女性的衣服，是吧？另外呢有一些，都是男性，他呢就穿女性的衣服的時候呢，他呢盡量追求呢就是，吃很多女性荷爾蒙啦，令到他很貼近女性的。譬如說你去泰國見到某一些，我們都是不要叫他人妖啦，因為他們說這個是貶義，那是一些的叫跨性別人士 TS 啦，就是他們真的很像女性的，但可能他說話把聲的時候你才聽到啊，有少少豆沙喉喎，咁樣。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兩類人我都有啲接觸，而且 TS 嗰啲比較接觸多啲，甚至有個 TS 即係佢哋依啲跨性別人士，即係會食女性荷爾蒙嘅跨性別人士咧，係同我做過一啲比較深交嘅朋友。不過咧，佢最後係選擇咗咧係做變性手術嘅，佢廿幾歲人，咁佢屋企咧得佢一個男丁，佢仲有個妹嗰類啦。咁但係佢選擇咧就係，聖經講嘅叫自閹啦，啊，即係佢去世，即係做一個變性手術，啊，將佢嘅男性身體器官切除，做咗一個人造嘅陰道咁樣啦。咁佢話俾我聽嘅理由就係佢好追求做一個女性，嗱，佢話佢追求做一個女性啊，我冇承認呢樣嘢係個事實啊。佢而家所謂做咗變性手術，我都喺我個人嘅角度，我唔承認佢係女性嚟嘅，呢個必須要清楚講明啊。如果佢睇到呢個節目啊，佢好憤怒都好啦，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女性嚟嘅，因為一個女性佢嘅基因需要是真的 XY 的，需要 XX 不是 XY 啦，你不可以说你的基因明明是 XY 的，你只是外表上做一些改动，但你不是一个真正女性，你不会有天生的卵巢，你不会可以产生了一些卵子在你身上，你原本是你的生命原本是产生精子的，你而家將你產生精子嘅器官切除咗，切除咗之後，你都唔會產生卵子嘅，你永遠都唔會懷孕嘅。所以對唔住，我對呢啲跨性別人士做咗一啲變性手術，佢話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女人咧，我唔承認嘅。咁但係我認識呢啲人咧，佢好中意去追求要貼近女性。去追求一個这樣的心思的時候，我發覺呢我这個朋友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個個是这样，他们特別憎恨那些 Cord Jesse 即 CD 那些即喜歡穿女人衫但不懂女性荷爾蒙的人，因為他覺得这些人是影衰他们扮女人扮不足，或者是想做女人不肯徹底。但我看到一種宗教的虔誠，就是追求變做女性的宗教虔誠。但對不住，你怎樣虔誠都好啦，到你真的用了很多社會資源去做了這個變性手術啦，在這個全即雖然我知道那位朋友去了泰國做，不影響香港的社會資源，但都是在這個地球的資源裡面你用了去做這些事。他告訴我就是說我一定要吃女性荷爾蒙的啦，但如果我身體裡面還有高丸的话呢，就会令到我呢啲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撞呢，可能我会好短命。所以我如果係做咗变性咗手术之后呢，我冇咗个高丸呢，咁我继续食女性荷尔蒙就唔使食咁重，两种荷尔蒙又唔使撞得咁犀利，就可以长命啲啦。咁但係点解食女性荷尔蒙变成咗一个人是你必須要吃，令到你的外觀上接近女性，而以至於你去做變性，令到身體這麼大的傷害呢？
我其實我都覺得係唔係好合理，即係你某個程度上，嗱，我係一個創造論喺神學上，我對唔住，我都好直接啲講，我係反對變性，我覺得變性係對上帝喺人身上嘅創造係一個嘅敵對嘅。即是上帝做你是男的男的女的女，可能你心里面你认住你觉得你有一个男人的身体，你想做女人，你觉得人家天生的牙暗暗惨惨，人家可以箍牙，我只是一个女人，但是生多了一个男性的器官，那我切了它就等于人家去箍牙咁啫，咁样可能这个比喻都幾好，但係我又覺得你箍牙呢，其實對身體傷害唔係好似變性咁大鑊，亦都我會覺得就係、你而家講咁多呢啲性別嘅問題，你堅持要變性。搞完咁多嘢之後，原來你唔係真正成為一個女性啊嘛！即係香港政府話你係女性，但係我喺神學上邊，喺生理學上邊，喺遺傳學嘅裏邊，我都冇辦法承認你係女性。你搞咁多嚟做乜呢？如果一百年前冇呢個科技，冇女性荷爾蒙，冇變性。有你類似取向的人 會接受個現實，最多偷偷地穿女人衣，那我會覺得我反轉頭了，如果你這麼有取向要想穿女人衣成為你的興趣，為什麼個社會會對那些穿女人衣的男人這麼大的壓迫呢？如果社會沒有那麼大壓迫的時候，我不知道 TS 會不會放棄吃女性荷爾蒙，放棄做變性。但是我的角度去講就是、即我見到很多驚劇、啊、很多反串那些，那我覺得歷世歷代都有人是這樣的了。我在聖經講這些東西講得很少，他講了一句就是、啊、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放在不可奸淫的那個位置，因為即是《生命記》那個十五章的法典，由十二章去到二十六章，這裡有十五章，我可以用十戒去排，但我大約拆到九段，但我可以將這個、女人穿男人衣服或者男人穿女人衣服放在一個不可奸淫的位置，因為上下的經文都有類似的相關。我不知道可能是个圣经那个编修者是不是想指向就是有一些的可能是个社会是有一些的男妓他穿女人衣服，可能他卖淫的时候他用这样去取悦某一些的客户、啊我想个估计可能是和这些东西有相关，所以我又不会说啊圣经拿到一个很硬的道德，我觉得女人穿男人衣或者男人穿女人衣，我覺得一個道德上不可接受咁樣，因為實質上太相對了。即係如果蘇格蘭啲人穿裙，咁我係咪要殺曬蘇格蘭啲人咧？係咪？我自己角度去睇，即係我覺得如果有一啲人佢自己係喜歡穿一啲嘅女人嘅衣服。是他個人興趣來的、我覺得個社會自己選擇、啊、但我覺得個社會就應該盡量不是選擇一種恥笑的態度，反而就說你有這樣的興趣，你就 你自己選擇，你就做你自己的事，即是你不影響到其他人。但當我們是這樣恥笑那些、啊、穿女人衣服 有興趣的人，他們走向一個極端，就是你話我穿女人衫唔似女人啊嘛，我咪食埋啲藥去扮到似女人啦。
我食埋啲藥扮女人，我你覺得都仲未夠似啦，我去切埋佢啦。我覺得嗰個係一個錯嘅方向，即係我覺得 TS 所類人食藥啦變性嗰啲係錯嘅方向。我情願佢哋淨係著女人衫，跟住佢著女人衫嘅時候，即係佢哋。我覺得個社會唔知道可唔可以容忍佢哋嚇著女人男性著女人衫去翻工啦嚇。如果唔得嘅時候，我覺得又唔可以妥協嘅。即係譬如話舉例，佢哋有我認識嗰個 T.S. 就係佢堅持著女著裙，每一日都要著裙，所以佢就用依個理由咧，就話冇人請佢，佢就唔做嘢，就食中門啦咁樣嗰陣時。但是我覺得這個行為我都覺得是不可取，因為我覺得他不需要堅持自己是、哎、我的靈魂是一個女性，身體生多了東西，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意思的，我真的覺得是沒意思，因為我證明不到你的靈魂是女性的，這個是你的信念來的，你製造的一個論述來的，跟住你借依樣嘢，甚至去走入佢嘅社運界，就性小眾咧，要我哋要多啲同情咁樣，喺個左翼圈裏邊嘅成日都講依啲嘢，但係我覺得對依類人嚟講，我唔 prefer 咁做，即係我唔 prefer 鼓勵佢變性，我唔 prefer 覺得佢講話佢裏邊係一個女靈魂係個女人，我覺得都唔 prefer 啊，即係我覺得。性別是與生俱來，這個身肉身的性別和靈魂的那個性別是緊扣的，你肉身是一個男性的話， 你的靈魂都會某一個程度上是有很多都是一個男性的部分，其實每一個有些理論甚至說每一個人都有女性一部分男性一部分，但你作為一個男性可能男性的部分多一些，女性嗰部分少啲咁樣，一個中和嘅人咧就係啱啱好啊，男性女性嗰部分咧就差唔多，不過你係一個男性啊，男性多少少咁樣啦嚇，51% 係男人咁樣，你49% 係女人咁，好似我依啲噶，如果我去到好成熟嘅時候啊，咁但係 whatever 點樣都好啦，咁我對於即係我希望我再總結就係、是、我對。T.S. 他們所要求的食女性荷爾蒙、變性我是真的極端反對、啊、我不覺得他們變性之後成為一個真實女性，而我對於 cross-dressing 那些人、我角度就是聖經都沒什麼很清楚說一個普通一個有興趣穿女人衣服的人，我是不是需要這麼強烈的迫害他，整本聖經只有一句而已、啊，我的傾向就是對他們包容，因為他們自己興趣不關你事，如果他穿女人衣服而他仍然可以找到女朋友，他女朋友接受他穿女人衣服和他過夫妻生活，那又關你什麼事呢？他們兩個人的事情而已，是不是？咁好啦，呢一集嘅政教論壇係咁多啦，好，拜拜。